正日有一个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这个邮票当中啊，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啊，这个金正日开怀大笑的肖像，照片的旁边还有盛开的这个金正日花以及木兰花。另外一枚的内容是金正日和金正恩一起在视察，照片的下方呢，这朝鲜革命圣地白头山，也就是大陆长白山的风景画。而朝中社的英文报道说，这一些邮票反映的是金正日的一生，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以及人民的慈父。不过，北韩也不是只有纪念领袖的邮票，像是有一张啊印于1977年的5000邮票，这西施泉水汪汪的蓝眼睛看起来很无辜。1989年也出版过威风凛凛的杜宾犬的邮票。北韩人似乎是很喜欢出各种的动物邮票，1977年发行了面额10钱的小黑猫邮票，1983年是面额10钱的波斯猫邮票，而1991年发行面额50钱的猫咪还有青蛙、猫咪和老鼠的邮票。1979年的狩猎图很有朝鲜古代画作的感觉，而1987年是摩纳哥的国际马戏节也出了纪念邮票。看起来啊，这些北韩的邮票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